而在美国，现在天气已经非常的寒冷了。芝加哥慈济志工延续多年的街友发放再度展开，这一回替街友们准备的，除了有御寒的围巾、毛毯、耳罩之外，甚至还很贴心的安排了一场亚克义诊。尽管寒风吹袭，队伍行进速度慢，街友们还是坚持排着队等着踏入的这一刻。拥挤的空间，迎面而来的是志工热情招呼。活动特地安排牙科义诊作为开场。志工手中的环保毛毯是活动的主角，也是温暖的开始。手套、围巾、二手衣物，由志工亲手传递爱心物资，这份重视更让他们感到窝心。大家纷纷投下竹筒，付出己力的同时，还附赠一个心愿。手心向下是要为志工祈福，因为慈济送来的关怀，让这个寒冬温暖许多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，美国报道。